已经换了，何少卿，我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你也不回。 你别回，你千万别回。那万一打电话呢？打我也不接，不接。喂，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今天下手太晚了。行吧，那你回家了吗？刚到家。那我也到酒店了，我们。 视频呗。啊，你等我一下啊，我还有工作要处理，2分钟就给你打过去啊。从容，我今天有点累了啊。然后呢？我先睡了，你也早点休息吧。挂了，就这么挂了？第一天恋爱就这么冷淡，还挂我电话，果然。 男人都是大猪蹄子，谁呀？客房服务。没人啊。文少卿。 明天了，今天就想见你。今天好累啊，让我抱一会儿。等一下，明天是门诊日啊，你不用上班吗？我赶早班机回去，还有几个小时。 要不要抓点紧，做点什么想做的事儿？嗯？在拍什么？没什么，拍景色。 梯了吗？我突然想起来小时候一件很好笑的事儿，我跟小伙伴打赌，谁能闭眼下天桥，结果踩空了，摔掉了2颗大门牙。那你想不想再试试？闭眼下天桥？啊？不要了吧，万一真的摔下去怎么办啊？你只管闭着眼。 我拉着你往下走，反正摔也是摔我身上，怎么，不相信我？才没有，走就走，我卖了啊，卖吧。 那多远啊？快。
好了，我不逗你了。男生上了初中，蹿了个子，自然就瘦了。那有没有女孩子喜欢你？当然有了。你都不知道我为了你拒绝了多少诱惑，情书都是看一眼就扔了。你还看？哎，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？变帅。看出来了。还有呢？设想跟你在一起的样子。什么样子？初中的时候呢，就想去你家楼下等你，一起去上学，一起坐公交回家。高中的时候呢，那时候有男同学谈恋爱了，我就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的。等你回来了，我也这样牵着你的手，让他们羡慕死了。啊，原来你是这种幼稚鬼。男人在自己喜欢的女人面前都是幼稚的。后来呢？后来就上了大学，学习很辛苦的。每天只有睡觉前那几分钟能想你，想你做我的医学模特，想抱抱你，摸摸你。文少卿，摸摸你的第几节脊柱侧弯了？别人都被你儒雅的外表给骗了，你就是个流氓，我要给你发律师函。谁是流氓？嗯，困了就去睡吧。不困，那你靠过来。其实我有好多想跟你一起做的事情。我答应你。我还没说是什么呢。什么我都答应你。